宝乐园下大雨了，大雨打得玻璃屋顶叮咚作响。灰宝安静地坐在树上，感觉有点害怕，头一直低低的，身体有点紧绷地缩着。灰宝看到了，担心妹妹的她立马爬上树。就这样，姐姐努力地爬，妹妹一直注视着姐姐。终于，瑞宝成功地爬上树。灰宝在瑞宝爬上来后，轻轻地将头抬起，依赖地靠在瑞宝身上。或许这就是双胞胎的好处。上了树的瑞开始吃竹叶，有了姐姐陪伴的灰也开始自在轻松了。瑞还安抚地将手放在灰的身上，好像在说：“妹妹不用怕，有姐姐在。”但是，瑞呀，你有没有感觉？你压太大力了，灰被压得不能动了。妹妹别怕，我会保护你。姐姐，疼，疼，我的疼。